好，四号小胖。小伙那短片里说把女孩形容成水果，我啥水果啊？你这个很难形容，大西瓜，大西瓜。我给你个赞。而且这个西瓜是圆溜，丰满 ，S 型。哎呀妈呀，你第三个说的是啥 ？S 型啊。你见过西瓜有 S 型的吗？加上把不 S 型吗？你说那把是 S 型就完事儿了，你说我那就没有 S 了。你也挺胆大的，你就这还能直接说出来。来，十六号十六姐，对，你看看这是啥类型？我觉得十六号女嘉宾像香瓜。为啥呢？气质比较像香瓜，而且笑起来。你刚才给那个四号比喻什么？西瓜。啊，西瓜啊，那我就知足了。我不知足了，总共就差那么几斤，就给我整着老大差距了。我能劈他好几个呢。